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当暗杀者啊。来，各位观众，这款游戏呢，跟我们上次玩的那个忍者有点像，它一样也是来杀别人的。不过呢，从刀有没有换成子弹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开始，现在是教学啊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嘛，瞄准它，砰！啊，非常的 easy 的游戏啊。我们继续玩。然后目前的话有两个嘛，我们继续射，砰！非常的合理啊。然后三个，砰！好爽哦，这游戏。哦，这个是射穿箱子。哦，要射两个，箱子要射一次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这一个，我知道我要射这个，让它压死。我不要领东西，不要。接着射。还行啊，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很好玩，这类型的游戏还不错啦。TNT 射。下一个，蹦蹦蹦蹦，这也太鸟了，射射。哎，我这样没成功啊！等一下，不然我知道怎么射。哦，它会反弹子弹吗？哎，真的哎，子弹会反弹哦，砰！而且还会穿过我自己哎。然后继续，这个是反弹子弹，咻！哎，这游戏感觉比之前我玩忍者设计的还好哎，因为它有反弹子弹的要素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这游戏难度会比较高，所以说会比较有趣哦。来，让我们继续啊，砰！哎呦，这个比较难哦，咻！哈哈哈哈。哎，这游戏好玩哎，这个秀，这游戏是真的好玩哎，我射，蹦，哦，我们到张数二是不是？它一张有几关了、啊？我看一下，它一张有16关，比那个我们之前玩的忍者还少。我们看能不能玩100关，好不好？通常这种游戏我都会玩个100关左右，因为蛮好玩的、啊、其实。那我们继续射啊，这个是。我要这样子啊，轻松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可以使用火箭炮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有点那种我过不了，有没有？我就可以用这些来帮我射。可是不用啦，这游戏这么简单，我玩到100关可能都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，靠我的聪明才智就可以了。射，是不是轻松啊？我射，他们是忍者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哎呦，这个比较难哦。射，哦，没有。一样简单，射，然后这是要干嘛？射这个，蹦，这个是摇摆钟的感觉哦。射这里，对，射这个地方，噗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超猛？来，这个是哦，我要在它移过去之后往射这个嘛，射，还行啊。可是我对这游戏最喜欢的就是它子弹可以反弹啊，可是好像不是每个关卡都有射，这什么鬼？哦，像这个就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要想办法把子弹射进去。哎，它子弹其实有弹的限制，哎，就它不会无限弹。这样子，哦，中了。来，那接着的话，这是射一个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射。OK，来，这是干嘛？射这里，嘣，pew，啊，太过头了，这样子，耶，把它压到脑震荡。哎呦，这个这样是射不到的哦，所以我必须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有了，哦，这个好玩哦，咻，哈哈，哇，我超级猛哎，专业的子弹射击就是我啊，我射，哦，这僵尸的是不是炸死？这什么叫铁板这样子吗？我要射到那个顶端对不对？有，哇，这好爽哦，这个噗，吼吼吼。射啊，干嘛？射！哎，哦，有，吓死我啊！这里，哦，哇，这是怎样？我还要抓时机耶，它会上下动是怎样？这是什么个逻辑？射！其实如果这游戏有个难度，就是我的子弹会打到我自己的话，这个游戏会更有趣。可惜不会啊。哦，忍者新的游戏解锁是不是？哦，有些关卡是可以打忍者的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先玩这个就好了。射，忍者的我们可能之后再说。忍者的话，我记得忍者那一个游戏里面有，啊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射，哇，这什么 BOSS 哎？射下面，哦，射下面就有了。啊，这样不会死啊？等一下，哦，有，我射这里，
那我们继续这个哦，这个要角度要抓好，射两枪的，射射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是射两颗嘛，还蛮简单的啊。啊 ，pew pew， 然后这一关是要干嘛啊？我知道我要射这个顶端这边，哦、不对不对，我要射下面这里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他一直跑出新的模式哎，可是我就现在只是想玩这个啊，射，我蹦。哦、我们玩到第四章了、欸，还是我们先玩到这样子、啊？我来看看其他模式好了。经典模式没有人质还好，我们也玩了50关了嘛，48关。我们玩玩看其他的。手榴弹是什么东西？丢手榴弹吗？脱椅以瞄准敌人投掷手榴弹。哦，跟我当兵的时候一样，丢手榴弹。OK， 啊，这个好像还好、欸，其实手榴弹没有那么好玩，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玩啊。因为手榴弹就还好啊，没有那种输压的感觉，还是有用枪比较好玩。我觉得这种东西解法蛮多的啦，有没有？我这样丢下去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炸那个东西。来丢，哎哎，丢太大力了。哎呦，它有其实是有点技巧的啦，我不能够丢太大力，因为它要弹回来。然后这个是怎样？丢这个啊、哦。他的音效是怎样？弯腰腰腰。哎，这是怎么样？丢，蹦，这样子。哦，掉进去。不要，我不要玩这个啊，这个不好玩。人质的话是，就不要杀害人质嘛，了解。这样子，这种关卡其实比较好玩啊。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，我目前觉得还是经典的最好啊。我们就继续玩经典啦。我们刚刚也有讲嘛，我想要玩到100关看看。射！哎、欸，我把它丢走，然后我们继续射。有一个新的迷你游戏又解锁了，是不是？射！我把它打死，射这里，耶、yeah ！然后这是怎样？这要射进去，啾啾啾！下关，这是打这个铁板，哦，蹦，射这里，噗，把它推下去啊！这个长得有点像川普、欸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射进去是不是？把它挤成肉饼，对不对？让它掉下去。哦耶！这个是射这个铁板，让它掉下去打它。然后这是干嘛的？哦，又是这个好玩的，是不是？可是知道怎么射？哦，我射两个，有两颗子弹啊，还行。哎呦，这个是怎样？射这个，然后让它掉下去。太好笑了。这个是知道干嘛？射这个、哦。哦哦，射了之后它会开始转，这样子，哎、欸、屁啦，还是我直接射下面就好了，下面射进去吗？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哦这个是怎样？有了吧有了吧，嘣，射这里，噗，哦第五张哎、欸，那我看一下射这个就好了吧，嘣，接着射这个，我觉得它难度其实不是越来越高啊，它有些根本就是来送分的，你知道吗？射。射，超级送分关卡，射，哇，哦，又是这个，咻，在我神枪手面前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啊！哦，这是怎样？这要射两颗哎，这样子，太简单了吧？射，来哦，感觉它有些关卡是差不多的东西耶。这游戏后面也开始会没有新意，你知道吗？就都差不多。这是干嘛？我要把那个箱子打爆。哦，我省一颗子弹嘞，我超猛，有没有？来射，射这里哦，射，嘣！哇，他这个好痛哦，这假死，射，射，哇、哦，他滚下来，然后踩这个，然后这个是要干嘛？射这里吗？啊，哦，还可以射一次。然后这个是四个都要射，刚好四颗子弹。哎，我这个一定要快速射，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样比较帅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快一点，好不好？有了有了，爽爽爽！哦，第六章嘞，我们是不是玩80关了、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们80关嘞，我们就玩到那个好不好？玩到112，就把七章玩完了、啊，感觉还不错。这是要干嘛？继续射，蹦。射这个箱子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要怎么跑掉了？我知道笔直的，我要笔直的，不然它会跑掉。啊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太神了！射射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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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射这里，吞一下去，射这个吗？哎，不是哎，哦，我射开来之后，我就可以射第二枪。然后这是干嘛的？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怎样？射这里，碰。哦，这个是射这个。哎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要射箱子。这要抓好，这要抓好。噗，蹦，射这个吗？蹦，这个要抓一下，射，射，哇，这超爽的，八个一起死。哇，然后这是怎样？一颗子弹射全部，这样子。射这个吗？把它射过去，然后射爆。等下，射过去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砰！来看一下这个是怎样啊、哦？我知道我要一直来回弹，对不对？射！哇，这个好爽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它掉下来掉下来！哇，是超爽的！来，这是怎样射这里？我们到第七章了，我们把第七章玩完就好。蹦！来，这个是哦，我这有点难嘞，终于有比较好玩的了。他会这边转，还有我弹，这个是射这里啊。哦，我一颗子弹就赢了，我好猛哦！这是怎样？有有有有有，这个是要干嘛？射这里就好了吧？有了有了有，这是要干嘛？下射这里吗？然后这是要射这个车车哦！哈哈，哎，怎么没死啊？等一下，射射，我、哦、加速要快一点。然后这个是干嘛的？射这里。哎，你这样都还没射中，射这里。然后这个是玻璃还是怎样？哎，这是防弹玻璃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要用箱子飞过去的，防护罩的感觉。射这里对不对？嘣，打他的脑袋。这个应该也差不多了。然后这关是射这里。吼吼吼！哇，这是怎样？哦，这可以射开，再射一发。啊哈哈，我是干嘛？哦，这是干嘛的？射上面吗？哦，他这个不会压到他，所以说我还必须要我自己射。这个是射上面嘛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要靠七孔流血？我再看一次。为什么？这有点吓到我哎。射、哦，我知道这个要这样射才可以。哦，我们玩到第八章哎，想不到我们已经玩了100多关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其实蛮舒压的，就一直玩一直玩，他就会让你一直玩。决斗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可以跟别人决斗吗？登录。发生错误，因为我没有开网路。好了，随便啦。总之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差不多先到这啦。那如果各位观众很喜欢我们继续玩这个游戏的话，觉得很舒压的话啦，我应该还会继续玩。总之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弯腰腰腰。